大家好，我是白雪公主 A 姐芝芝王美。今天呢，受到 Air 台湾的挑战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穿成这样子，是不是看起来正看山明水秀，侧看悬崖峭壁呢？来挑战书啊 ！Air 即将在9月10号举办 Air Run 风格路跑，身为女生的自己一定会喜欢运动，清新又健康，才特别找了健身教练要开始为我什么路跑资讯，你敢接受吗？健身教练啊？是什么样的健身教练？不知道他鸡鸡大不大？哦，我刚听到鸡鸡大不大，我就马上跑过来。是健身哥哥。够大吗？超大的，跟我差不多。啊，可以摸吗？可以可以。好，大家好，这是 Pia 哥。那我这次也是受到 L 的邀请，要来帮白雪公主做一个3个月的特训。没问题，强化我的鸡鸡，我要练大鸡鸡呀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练下去。来吧。我们先从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开始，来前脚再往前一点点，然后重心放在脚跟，然后左手撑地，右手往左边腋下延伸过去，然后这边慢慢转过去，然后深呼吸，然后吐气之后再延伸过去多一点，然后再往另外一边转，对，然后再转回去，我总共转了5次。那我们暖身完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主要训练。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先做一个最重要的动作，深蹲。哦，深蹲。对，之前有做过吗？做过没有哎。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脚带开的跟髋关节差不多宽就好了。哦，好。然后我们肚子这边先绷紧，手带撑在这边，然后屁股先微微往后推，然后就慢慢蹲下去。对，好，可以起。好，我们再做10个。Oh no！ 10个。对。其实我本身胸前的重量还是有的，所以在蹲下去的时候，就觉得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我刚看你整个快前滚。对。我有点害怕。那下一个要做的是硬举，硬举就比较多后侧的训练，就真的可以让你的臀部看起来更翘。很棒，我需要翘。对，等一下我先准备好姿势。好。然后膝盖微弯，重心在脚后跟，然后身体鞠躬下去。哇。有吗？大腿后侧。好，然后屁股往前推，夹紧。啊，人中要拉吗？人中一定要拉。对。但不像星星。很棒，就想象自己是一个星星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做第三个动作。好，第三个动作会练到你整个全身的一个协调性。好，来吧，来，来跟着我一起做。先蹲下去再转，慢慢来就好，不然你会整个被甩出去。好，转，可以，转回来。好，行，可以。是还没做完，还有一个，我在等你做完。我们最后一个要来练的动作是棒式，那我们先趴着，然后手这样子撑起来，脚稍微合起来一点点，好，肚子用力，屁股把它抬起来，然后屁股夹紧，好，我们就这样撑30秒，怎么可能？几秒了，真的是好事。好，等一下慢慢下来哦，不要砰一声下来，来慢慢下，很好。好累哦，所以这个做一组30秒就好了吧？30秒就好，然后我们动作都是做4组。那我可能要休息个30分钟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做到这边，做完了。上课下课。哇，还好吗？胸部重重，只是短短几个动作就可以整个动到我全身的肌肌耶。真的。还是奉劝大家，还是不要像我一样只想要宅在家追剧，还是要多出来运动啊。没错。而且你可以出来运动，看有没有什么艳遇啊，就是跑步，然后有没有什么沟，有没有？做得很顺哎，是吗？对，有。哎，有，对，可以，
Air Run 9月10号在大家和平公园，欢迎大家一起来风格起跑，多人运动 ，Let's go！